所以我们接下来就是 IoT 的公司。那他们公司的老板是法国人，对，但是今天来讲的是台湾人，还是你有别的国籍？没有是不是？好，我们请 Wismart 来聊聊他们的开放式 IoT 云端平台，有请 Wismart 的刘志昂。OK， 大家晚安。没有人理我。大家晚安。对，很高兴回来台湾，真的比较温暖。上周我到上海去出差了一趟，那他请我喝了一杯茶。对，那在这边，这是浦江饭店。浦江饭店是一间非常老的饭店，它是全上海第一个提供24小时的热水服务。那爱因斯坦曾经在这边下榻过。那这个老板他的公司是做空气清净的，是做设备的。那他帮整个浦江饭店又花了400万免费的帮他们安装在每一个房间做这个 air cleaning 这样子。然后那他说免费帮他们安装，预计在2年后要赚他们这个1100万。那我就问他三个问题。第一个，你为什么找了这么一间这么老的饭店做这种事情？这个设备，这个整个管线，整个格局不是很老很难做吗？第二个，为什么他们会找你这间公司？你们公司不大，才十几个人。那第三个，为什么要找 Wismart 会跟我接上线？ OK， 那他就说帮他安装这个空气这些设备空气滤镜。那装了之后呢，这个当他的同业都还在比我的滤镜效果是99%，你的滤镜效果是99.9%，这个请问客户感觉得出来吗？完全感觉不出来。所以他们就为每一个房间都装了一台 iPad， 这个 iPad 不但会显示他们滤镜的效果，还可以显示整个饭店的一些历史或者是一些简介。他就跟我说为什么找这一间，因为他从1846年创到现在已经170年，他不会倒。我可以预期他2年之后应该也不会倒。那为什么要选你这间公司呢？他说因为当他的同业都还在比效果的时候，只有他可以用他的 iPad 跟他的客户们说，现在你到了外滩，你们全部都要吸 PM2.5， 但是你住进了浦江，你不需要。所以这间公司它虽然成立了十几年，也算是不是一间很新的，可是它的思维还是非常新，可以用它在跟新公司结合的过程中带给客户价值，让客户感受到哦，我住了非常的物超所值，我愿意付这个涨价，这个涨价最后才来支付给这间空气滤镜的公司。那为什么找上 Wismart？ 那这是因为OK，之前我们在接受这个数位时代采访的时候，我们还是一个给企业用的这个云端的节能平台。那当时我们就用非常好的 UI 设计，然后提供给一些企业的经理人非常棒的管理方式，去减少人因上面的能源浪费。对，所以简单来说，在整个 IoT 的过程中，我们强调的是跟使用者互动的过程，以及还有我们的顾问服务。对，那整个友善的界面等于说是我们服务的一部分，让也提供给经理人一个工具，去有效的降低他们这个人为的能源浪费。对，那你会问说，那我们要如何，为什么我们会跑去跟一个做这个空气滤镜的公司去合作，跟能源有什么关系？事实上 IoT 也不过就是 device，一些旧的 device 把它连上了网，那透过一个不管你是 local hub 或者是可以上网的 gateway， 最后到 server， 然后再拿来给这个使用者来使用，它其实是相同的道理。所以不管你今天是空气的滤镜设备，或者是电表，或者是你的温湿度，你的任何冰水主机，那些参数，只要它是数据，只要它可以被拿来应用，通通都可以上网，都是 IoT 的应用。对，所以之前 Wismart 有一个平台，我们想要去尝试着去为各个公司安装电表，这样实在非常的累，
所以我们开始也需要做一些 pivot， 跟之前在接受访问的时候已经有所不同。我们现在希望可以去找这些 device 最源头的这个制造商去合作，提供一个 total solution。 比如说我们在跟新竹的一间厂商正在合作，我们要提供一个 total solution， 它未来可以埋在各个家电的各个冰箱里面、各个洗衣机里面。所以当那些不管你是哪一个厂牌的洗衣机要或是冰箱要出厂的时候，里面已经有内含的一个 IoT 的模组，这样这些 IoT 的服务就可以被免费拿来给这些消费者来使用。所以这个是我们即将要努力的目标。 OK， 那最后想要分享的是这次我去上海，我感受到的不是这个他们那边什么地大物博，不是的，我感受到的是所谓的狼性。各位也许在很多的 Facebook 文章上面看到人家讲过中国人的狼性，对我来说，我不管那些他们怎么说那些狼性，但是对我来说，狼性就是在一个大草原，在一个大森林里面，如何找到相同的同伴，去一起去狩猎。大家也许听过荒野一匹狼，为什么荒野一匹狼？因为他今天如果在荒野中没有同伴的话，他永远只能去抓土拨鼠，去抓小兔子。但是如果今天你在森林里，你可以找到你的同伴，或是他也许不是你的同伴，但是让他变成你的同伴的话，他就可以回过头来跟你一起去狩猎，到时候你就可以扳倒的会是一只麋鹿，而不是只有那些小的兔子。我对台湾的厂商其实非常有信心，这几个月来不管是工研院或者是数位时代，他们之前有办过一些沙龙，他都有介绍给我们一些非常厉害的这个厂商做 gateway， 做一些模组，那他们的技术都非常的好。所以我会相信说，如果在 IoT 这个地方大家真的肯合作的话，这是台湾的非常好的机会，我们绝对不会输给中国，因为我们在这边是有实力的。对，那在这边期许大家，我们要当一群有狼性的台湾人。谢谢。谢谢志昂。Hello， 是我们从二零。